据大马媒体报道，马来西亚羽协迟迟没有发放球员的奖金，让很多球员坐立不安。在过去，大马球员参加羽联的赛事会在3到4个月内获得奖金，而如今半年已过，仍然没有消息。李宗伟《败者为王》主演，李宗伟、李国煌、杨艳艳猫眼电影演出，而这也让那些依靠公开赛奖金来参加比赛和训练的球员感到沮丧和不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球员透露，我们理解这些钱来自世界羽联，他们通常会需要一个月左右才能将钱转移到国家机构，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我们还没得到应得的奖金。尽管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据悉这笔钱总共约为10万令吉，约人民币16万。同时球员还表示，得不到奖金，这不仅会让他们在训练中士气低落，而且还会影响他们的准备工作，因为当他们参加海外比赛时，他们需要依靠这笔钱来支付旅行比赛的费用，而这也是在过去10年中他们等待的最长时间。而另一位球友补充道，更糟糕的是，当他们发现参加同一场锦标赛的外国球员已经收到他们的付款时，大马这边依然没有动静。在世界羽联的巡回赛中，一般进入1/16赛的球员都会获得奖励，用来弥补他们参赛而花费的住宿和旅途费。安文，星洲日报整理编辑，峰哥阿七，实习往期精彩文章，猜你喜欢，回复数字可查看。001数，小朋友逆天双打多拍，不服不行。002数打羽毛球的科学热身，真人示范，收藏备用。003数惊人，发现唯独羽毛球选手没有癌症的病例。004数打羽毛球，一定要知道这17招。005数打羽毛球就该这么热身，超帅。006数你听说过打羽毛球能治病吗？007数人生就像羽毛球。008数现代最佳终身运动，羽毛球。009数，如果你不打羽毛球，你就不会懂。010数，90%羽毛球新手不知道的发力秘籍。011数告诉你超神的林丹是怎么玩球的。012数广州白云区惊现3岁半左手握拍超有天分小朋友。013数家长们注意了，输家你还让孩子打羽毛球吗？014数打完羽毛球不宜做这些事哦。015数99%的人打羽毛球有这些坏习惯。016数羽毛球双打的时候中间球谁来接。017数专业羽毛球教练告诉你改掉这些坏习惯，水平绝对突飞猛进。018数小孩想学羽毛球几岁合适。019数只有打羽毛球的人才知道。020数打羽毛球超过2年你该懂得这些。021数打羽毛球是最值得你炫耀的事。022数打完羽毛球这9件事绝对不能做。023数浅谈打羽毛球的男人。024数上班族男女打羽毛球的好处揭秘。羽毛球迷简介与球为媒，连接你我娱乐共享。